叶飘，你既然进了瑞安堡，就得服我百里家族的人管。凡在瑞安堡动刀者，我们不保也不留。你是不是也以为我身上有藏宝图？你时间不多了，只有我才能帮你找到你想找的人。 老子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我叫李清风，只要今天拿下瑞安堡，宝藏平分，剑者有份。二兄，找你找的可真不容易啊！犯上作乱。 本小姐一不通，二不抢，全凭自己的本事吃饭。你偷鸡算啥本事？就是。我这是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你这是油腔风化，让你管？小头，上来给你个鸡腿吃啊！混账东西，全部上下这么多人。 就等着这只鸡天天下蛋换点荤菜吃。天天的，不是吃洋鱼就是吃稀饭。那你们一个个的不爱吃肉，我可是无肉不欢啊！那你们要给姑奶奶饿料的几斤肉？你们一个个的能负得了责任吗？你下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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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来！小姐，必须尽快做个决断了，谁走谁留，还得你说了算。 这爷爷定的规矩，进了瑞安堡就不兴感人。这要是传出去，是咱们瑞安堡不义。有凭有据，我们当然不能坏了规矩。可那些多余之人，谁是多余之人？比如那个秦一可，难道你忘了？还有叶飘，咱们瑞安堡不能再出第二个李清风。四叔。 你让我如何开这个先例啊？小姐要是难做，我可以代劳。现在堡子里内外交困，外面又乱，要是混进个奸细里应外合，打藏宝图的主。四叔，你别再说了。我从小就在这堡子里长大，外面什么世道我不在乎。如果要死，也只能死在堡子里。只要有我百里树一在的一天。 这瑞安堡的规矩就不能坏。哪有人自己想走呢？不算坏规矩吧？大小姐，大小姐，你快去看看吧！秦一可那个丧门星要把堡子给拆了。别欺负人！你们一个个的就知道以大欺小，那当时土匪那么凶，除了叶飘哥哥，也没见你们都出来啊。 姑娘，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，也不知是谁把土匪给引来的。就是，叶飘，你不要黑白不分，是非不明。这铺子里的兄弟，要不是因为他，能死吗？就是。这些个人可是跟我们在一个碗里吃过饭，一个炕头上长大的，兄弟姐妹啊！啊，对，对，要，说的对。你们不就是想赶我走吗？ 对， 对，就是。
不管怎么，安不行吗？好了，别哭了。百里不住，治安部的规矩是不撵任何一个人走。若谁要走，我也留不住。司令，这天下宝藏日安堡独占鳌头，您只要能搞到宝藏，这逐鹿别跟我扯些没用的。你这些话，我已经听腻了。 你别着急，别跟我废话。要是你小子在这啰里吧嗦的，我一个人过去，早把他们弄死了。司令，先不说日元堡固若金汤，就地图就好几份啊。您实力再强。 你没有地图，你把它攻下来也没用啊！我给你4天，好，我有线人，那你快点啊，我等得了。 弟兄们等不了。明白。你小子，这一审完利索了，那这副官就是你的。明白。在下告退了。 钱司令，郎君，久等了。哪里哪里。来，按照之前谈好的条件，宝藏到手之后，不会少了黑龙会一份的。那当然，您要的炮，要的枪，事成之后，一丝一毫。 好，太好了！瑞安堡那帮鸟人还敢自称英雄，这个年代嘛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和我们黑龙会合作嘛，就是合作的时代。好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哪里不住？ 瑞安堡的规矩难道变了吗？这人心不都变了吗？之前不是说过，无论任何人只要进了瑞安堡，都会得到庇护吗？第一，我没驱逐秦亦可，可你也没有维护他。第二，在瑞安堡内，任何人的来去都是自由的。 一个孤苦无依的女孩，独自在外面，你觉得安全吗？你不是会保护她吗？你也是在撵我走了。谁去谁留，我做得了主吗？
四爷，怎么不欢迎老九？哪里？少侠可否赏脸陪老九小酌几杯？我先干为敬。沧桑变幻，历经风雨，上此一役多亏少侠鼎力相助，免此一劫。少侠，我敬你。四爷抬爱，说实话，我也没少给大家惹麻烦。与谢邦一役，死伤众多兄弟，许多人心里颇有微词。刘彦普只是一个偏安一隅的安乐乡，盛不下那么多的抱负。一片火难容两片冰。少侠可明白我的意思？我明白四爷的意思，只是我浪迹天涯，独来独往，漂泊不定，很难成为四爷说的这团火呀。那就不要点燃别人心中的火。这是我百里家族的列祖列宗，你上香没理由吧？此刻不上，我怕没有机会了。第一柱，敬开创基业的刀客；第二柱，敬瑞安部死难的弟兄；第三柱，我是来告别的。你是要跟秦一可一起走吗？你肯收留他吗？你甘愿离去，让他留下，这是交换吗？是请求。你舍得与他分离？白雷部主，我想你是误会了。我们萍水相逢，我只把她当妹妹看。那我呢？我最讨厌三心二意的人。面对师门，我从未三心二意。那爱情呢？在你们眼里，爱情连一把刀都不值吧？四叔，您看我跟苏姨的婚事儿啊，小姐还小，而且小姐打小就没出过铺子，只要成了家，小姐自然而然就是铺主。哎，啊，对了，四叔，都说咱铺子里有宝藏图的事儿，我就觉得是谁告诉你的？瑞安铺有宝藏只是谣传，啊。谣传啊，这我就放心了。要是真有这图的话，您就交给我来保管，反正我也不算是外人了。你找什么呢？藏宝图。
藏宝图。跟你开玩笑呢，看把你吓的。来来来，我的大小姐。传说呢，咱瑞安堡里面有份超级宝藏图，我就在想呢，我要是能够找到它，我就会把世界上所有的好东西全都买下来。然后送给你。嗯。最好他妈的快点，你在里面吃香的喝辣的，还有女人玩，外面那帮兄弟可都在喝西北风呢。所以你杀了他？你觉得他不该死吗？多少痴人梦呓，到头来皆是一场空。藏宝图跟爱情，你选哪一个？怎么？这世上难道真的有宝藏？我爷爷百里青山，他不只是瑞安堡的堡主，还是御前带刀侍卫。当年皇上批了一笔巨额军费，令驻守边关的王爷修建防御工事，而押解这笔军费的任务就交给我爷爷。但没想到这王爷因当年跟皇帝抢夺皇位失败而记恨皇上，他起了私心，想私吞宝藏，于是他举兵谋反，勾结江湖人士在道路中设伏，意图灭口。他跟爷爷经历了一番激战，幸好遇上了龙卷风，爷爷才得以脱逃。虽然爷爷死里逃生，但也失去了皇上对他的信任。爷爷怕宝藏落入歹人手中，便绘制了一张藏宝图，制成几份，分别交给自己信任的人。原来我师父也是其中之一。没错，这也就是李清风为何要加害你师父并潜入瑞安堡的原因，也是我百里家族世世代代不愿意离开瑞安堡想坚守的秘密。这会儿你把藏宝图的秘密告诉我，是想杀我？我是希望你能留下来。江湖这么大，你永远不可能偏安一隅。江湖这么大，固守在瑞安堡本就是偏安一隅。乱世为尊，怎么也轮不到普通老百姓。如今天下大乱，军阀混战，他们个个只想着争天下、抢地盘，人人都有一颗霸主之心，谁的心里又装得下普通老百姓呢？凭你我之力，又如何能拯救天下苍生？得瑞安堡便得天下，这不是一句戏言。若真有正义之师，我愿将宝藏拱手相让。若宝藏不幸落入歹人之手，这乃天下苍生之灾，更是我百里家族失责。所以，我恳请你留下来。既然浪迹天涯，四海为家，都是为了一个义字。
瑞安卜的意是大义，小义度己，大义度人。啊，按照规矩呢，我们走镖的人可是要收取酬劳的哦。刀尖上舔一血，不是为了名，就是为了利。这名跟利，我都没办法给你。但只要我百里淑仪还活着的一天，酒和肉总得管够吧？这会儿只能顿顿稀饭管够了。啊！从今往后，谁也别再提撵谁走。以后叶飘就是这卜子里的守护者，可以携兵刃出入自由。果然规矩是给心爱的人定的。怎么？你不愿意啊？你能陪大小姐去买胭脂，就不能陪我啊？我外面那么多仇家，万一出去死了，你忍心啊？以后我的胭脂，你随便用。我不喜欢用别人用过的东西。不过你就不一样了，我可以将就。大小姐。我知道你喜欢叶飘，我也喜欢叶飘，咱们俩可以公平竞争。好不好看？好看。这个呢？嗯，好看。你不能敷衍我呀！我问你，我的好看还是淑仪姐姐的好看？都好看。你不能脚踏两只船，模棱两可的。那我问你，我们俩的到底谁的好看？真的都好看。你到底是喜欢我还是喜欢他？你还是喜欢淑仪姐姐？现在这伙食一天不如一天。事到如今，竟然拿猪不吃狗不啃的东西糊弄咱们。嗨，现在是什么世道，你又不是不清楚。就是啊，现在的东西真是越来越难吃了。四爷，现在就只能吃饿了。就好了。我是迫不得已的。廖二当家，当时你带着你的兄弟春风得意的时候，可不是这么说的呀。你当时是怎么对的我？我不是为了你张藏宝图吗？干什么？
你问我干什么？我还想问你干什么？我为你请入人不？你却置我于生死不顾，你觉得欺骗一个无知的少女很好玩是吗？你误会我了。我做的一切不都是为了咱们俩吗？你忘了吗？如果不是当初我救你，你早就死了。 你放开我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啊！那你就可以欺骗我。我廖子君对天发誓，如果我欺骗你，我被乱刀砍死。 继续打探藏宝图的下落，老地方接头。小二，来碗面。大侠，这是你要的面。 小妹妹，你慢点吃，别噎着。来，喝点水。慢点。要不是遇见你啊，我还得饿上三天。你说现在这世道，我也不能去偷，也不能去抢。我还要谢谢你才是呢。要不是你，我这包袱就拿不回来了。小事儿。 你哪儿人？就是沙漠里那瑞安卜啊。你是瑞安卜的人？哎，也不算是吧，就混口饭吃。不过，瑞安卜现在只能喝稀饭。你说的，是那个名震江湖的瑞安卜吗？那还有哪个瑞安卜啊？哎，你能带我去瑞安卜吗？那你可真找对人了，跟我走，我带你去。有劳。 瑞安卜到了，站住！常老头子，你不认识我啦？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不重要，我要见百里淑仪。瑞安卜的规矩你知道吗？我说你们两个最佳搭档，这位姐姐是我的好朋友，你们两个不许欺负她。 哎，姐姐，你刚刚不是说你被仇人追杀的吗？瑞安卜的规矩对你们是紧箍咒，对我可没用。哼，狗狗狗，狂言！我看你就是土匪派来的奸细。哎，我程大爷的意思是，他最近手有些痒痒，看你能不能逃过我的五指山。住手！ 这把刀哪儿来的？你到底是谁？怎么会有这把刀？百里淑仪呢？在瑞安浦要叫浦主。再怎么说，百里淑仪见了我爹，也得尊称一声六叔。八尺是你爹，你是八尺那个王八蛋的女儿。我爹的名讳你可以叫，但是你不能侮辱他。 八尺这种小人，人人得以诛之。你今天来瑞安卜，是不是奉了八尺之命？不错。那就好说了。四叔，我这么叫没错吧？
其实我本不应该对您动手的。少废话！等等，您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侮辱我爹的名讳。忘恩负义之徒，人人得以诛之。我爹让我来，就是为了解除当年的误会的。好一个误会，要解除，这几十年为什么一直不来？我爹他有他的苦衷。我看是光顾了自己逍遥快乐了吧。爹知道您这么说的，他死都不会瞑目的。什么？八尺死了？坤柔姑娘，四叔，坤柔姑娘一路舟车劳顿，你就让她先休息吧，有什么事情改天再说。小姐，他不是外人。爹临死前给了我一张藏宝图，他跟我说让我拿着这张图来找你们。爹还说他不该对宝藏心存觊觎，闹得你们兄弟不和。他这一辈子都活在愧疚里，死都未曾瞑目。我们习武之人本来过的就是刀尖上舔血的日子。当初你爹何等的英雄气概，却被私欲蒙住了双眼。爹死前还一直念叨，这不是宝藏，这是迷人心智的毒药啊。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真要是宝藏重见天日，江湖必大乱。可是这江湖已经这么乱了。虽然有宝藏，但若集不齐全部的藏宝图，就算把瑞安铺掘地三尺，也是挖不出宝藏。那现在藏宝图都在哪？我只留一张。我这儿也有一张。我这儿也有一张，另一张是你从李清风那儿夺回来的。我们应该把宝藏挖出来，与其让那些追逐名利之徒得到宝藏，不如把它交给真正需要它的人。叶飘答应过我，会好好守护宝藏的。事情没你们想的那么简单，藏宝图一共有六张。我想问捕主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如果瑞安捕守不住怎么办？江湖这么大，没了瑞安捕，对我而言也就无立足之地了。照这么说，不论发生什么，你都会死守瑞安捕。什么意思？当下军阀洋人横行，一个大清朝都守不住，你觉得瑞安捕守得住？守不住也得守。我辈江湖儿女为的就是一个义字。江湖？江湖早已经不是那个江湖了。可义还在。不，是情。谁的情？男人对女人的情，还是女人对男人的情？淑仪，我觉得这宝藏得取出来，不能留。坤柔姑娘，你千里迢迢来到瑞安堡，想必你也累了，早点休息。那就不耽误你休息了。
这些啊，只是部分藏宝阁，剩下的还在若烟谷里。行啊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绝不费功夫。但是，只可智取，不可强夺。怎么讲？虽说这瑞安谷藏有大量宝藏，但是知道的人在少数。妈了个巴子！老子两排机枪一架，干死他们！人死了，我们就什么都找不到了。你以为那瑞安谷百里书一是贪生怕死之辈？左也不行，右也不行，实在不行，老子炸了瑞安谷！我就不信了，掘地三尺，焉能无宝？不过嘛，我大有一计。哦，猪吃的东西，人怎么能吃呢？从今往后，这瑞安堡的上下花费、人马、饮食，我全包了。百里谷主，我原以为这世上不会再有像您这样的人。江湖盛传，这瑞安堡是江湖人士最后的家园。现如今四海动荡，道义不存，唯有瑞安堡屹立于这乱世之中。华夏有识之士莫不神往，能助微薄之力，不胜荣幸。江湖兴衰，能有如此大义之士，乃江湖之幸。现在哪有什么江湖不江湖，能够有个苟且之地就算不错了。萧大侠，您的义举我们不胜感激，但实在承受不起。如今的天下和江湖虎踞龙盘，萧大哥不远千里来到这穷乡僻壤，我们不可辜负他的好意呀。你好好看看这里吧，以后将不复存在了。你怀疑那个萧白狼？今天来了一个萧白狼，明天来了一个刘白狼，可能他们真正的目的都不是避难。可我也不是来避难的呀，你是来保护我的，不是吗？你能保护得了淑仪，你能保护得了更多的人吗？精纯刀法以一挡百，刀法再精纯，也只能救自己，救不了别人，说不定连自己都救不了。叶飘大哥，你难道没有想过师父教你刀法到底是为了什么吗？天津武术界被日本人踢馆，一十八家馆子的师父被日本人打死的事你知道吗？我担心他们的今天就是瑞安堡的明天。强身健体固然不错，但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拿什么跟别人斗？国家已经满目疮痍，能拿得起大刀的人就没几个，更别提是枪炮了。叶飘大哥，我们习武不仅会急，更要急人。那像我们这些人能做些什么？听说南方有一支军队，那里都是敢为天下牺牲自己的英雄，只有他们才是真正能救世人于水火之中的人。Oh my god！ 荒漠里还能找到这样的花？正因来之不易，所以显得更加珍贵。折得一枝玫瑰花，平均簪项
凤凰钗。听说萧大哥是从天津来的，家父带着我曾经也去过天津。哦，不知天津现在如何？哎，老样子，洋人对整个中国虎视眈眈，中国人伤你不知，亡国恨啊。萧大哥也觉得天津乃至整个全中国不应该是原来那副老样子。不是老样子又能如何？你真的以为现在的中国是简单的一副药就能救的吗？没错，必须脱胎换骨。一个死人是根本用药救不活的。对了，你说这瑞安堡有宝藏？你怎么会问这个？华夏大地烽烟四起，如果是瑞安堡真的有宝藏，那岂不是一支军队，又何尝不是百姓之福？你也是这么想的？这正是我来瑞安堡的目的。我把粥里的米全都捞出来了，趁他们这帮饿死鬼没发现，你赶紧吃啊！你不是说一直让我跟你说句实话吗？我今天就告诉你，秦一可，我不喜欢你。是在瑞安堡受了不少气啊！啊，没关系，等藏宝图到手，哥哥替你杀了那帮混蛋。哎，上次围攻瑞安堡，我身上那张地图是你拿的吧？你不是说你的全部都是我的吗？当然了，不光是地图啊，我都是你的。现在能不能告诉我地图的事情有眉目了吗？我问你一句实话，你是真心喜欢我、爱我吗？我廖子君对天发誓，我不要你的誓言。我就想问你，此事了了，你愿不愿意跟我安安稳稳的过日子？当然，当然。等咱们有了藏宝图，还不是想要什么有什么？到时候咱们可以继续招兵买马。是不是在你们男人眼里，藏宝图比心爱的女人还要重要？都重要，都重要。你先跟我说一下藏宝图的事情。哪一个更重要？你最重要，你最重要，行了吧？你快告诉我，打听到藏宝图的下落没有？原来，男人都一样，
告诉我，藏宝图的下落你打听到没有？在你心里，果然只有藏宝图。把藏宝图还给我！淑仪，我有事情要跟你商量。什么事情啊？尽快将宝藏取出来，这是请求，也是希望。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。我们里头说吧。坐吧。你坐。你让我把宝藏取出，然后交给你。不，父亲的遗志在瑞安堡里，我是不会走的。除非我死，或者瑞安堡亡。那宝藏取出有何意义？我是革命党，我很能理解你的感受，但是你知道吗？瑞安堡的宝藏能救人，能救世人。与其让他深埋在瑞安堡内，不如让他造福苍生。这宝藏是一支军队。淑仪，其实我觉得你现在要面对的最大问题是你自己的感情，不管是对瑞安堡未来的迷茫，还是对自己的爱，不要最后变得跟我一样。跟你一样？我的爱人是被军阀杀的，所以自打那以后我就没有爱情了。如果说有，那就是革命。革命就是我的爱人。江湖是小义，而革命就是大义。但是瑞安堡也是大义。瑞安堡是大义，可是他能救多少人？100个？1000个？这我不知道。普天之下万万同胞，谁来救？原来你也在打宝藏的主意。淑仪，在有的人手里，这宝藏是荣华富贵；而在有的人手里，这宝藏能救人，能救更多的人。我被青年儿女不作为，难道就只能这样固步自封在小小的乌托邦、小小的瑞安堡里，孤独快活一辈子吗？我同意你说的，尽快取出宝藏，交给真正需要它的人。一个人喝酒呢？月飘哥哥，你也来喝酒啊？刚才跟你一起喝酒的人呢？你有在乎的人吗？如果你在乎的人不仅不要你，还骗了你，
你会怎么样？真正在乎的人不会骗我。那现在你在乎的人是巴黎淑仪。我曾发誓，谁能保护我，我就跟谁一辈子。我曾以为那个人是你，你的命是命，为瑞安伯死去的兄弟，他们的命就不是命吗？我知道我死有余辜，动手吧。你没什么好解释的吗？跟你们这些不懂爱的人，我没有什么好解释的。我只恨我自己，爱错了一个人。你走吧。这一生，只有爱错一个人，才是最痛的。
现在你满意了吧？我现在一无所有了。这不是还有我吗？肖大哥，百里书仪同意把宝藏取出来了。太好了，南方的同志们急需这笔钱作为军费。宝藏在哪儿？可是现在藏宝图还不全，如果没有藏宝图，就取不出宝藏。藏宝图？就在堡子里。为什么人人都叫我堡主？大小姐，从来没有人肯叫我真正的名字，淑仪。女人都要出嫁，但堡主能嫁人吗？你会为一个女人做些什么呀？知道吗？我亲眼见证过很多故事，有儿女情长，生生死死。但我觉得，那只不过是一场虚虚幻幻的景象，到头来，还不都灰飞烟灭了？人人都想听你说句实话。其实，我也想听你说句实话。叶飘，你愿不愿意？叫你们管事的出来跟我说话，我数到三，这枪炮可不长眼。一，封印！二，四爷，怪不得大清楚就这么完蛋。好啊，你们都是英雄。准备，慢着。我是百里淑仪，有什么事情跟我说。这就对了，百里堡主，咱们有什么事儿，好说好商量。怎么，百里堡主不请我进去喝杯茶吗？哼，和别人商量事情连家门都不让进，这个有失分寸吧。请。你这是引狼入室啊。我没见过什么藏宝图，瑞安堡也没有什么宝藏。钱长官，你可别受人蛊惑。
百里收银，别来无恙呀。这瑞安堡有没有宝藏？想必百里不如自个儿心里清楚。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不想怎么样，就想跟你做个交易。我就想问问，这张图和你手里的图一样吗？没错，我手中的确有两张一样的藏宝图。但是，如果藏宝图不全，谁也不知道宝藏藏哪儿。只要你交出藏宝图，咱们找到宝藏，见者有份啊。普天之下，买卖讲的是公平，和气生财。我就没见过枪炮底下有舒心的买卖。我百里疏仪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可不是吓大的。小姐，大不了玉石俱焚，我就不信没有藏宝图，他们能找到宝藏。钱长官出的价格可不低了。你们别不识抬举，至少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跟瑞安堡上上下下所有人商量一下。好，一天，给你一天时间，一天之后，休怪我不客气。鄙人枪炮不是很多，但是血洗这瑞安堡绰绰有你谁呀？不说是吧？老子崩了你！瑞安堡身怀巨藏，是我对不起大家。原以为藏宝图不全，这宝藏之名也就瞒天过海了。没想到，还是给大家带来一场灾难。这都是我一个人造成的，跟你们无关。所有事情，我一个人来扛。江湖险恶，千百年来，该来的迟早都会来的。你不必太过内疚。百里不如，萧某不远千里来，为的就是瑞安堡的意。现在既然赶上了，萧某自当挺身而出。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我们秉承的就是江湖的道义。现在我们守护瑞安堡，就是守护江湖的道义。对，说得好。大小姐，干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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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藏宝图攸关天下苍生，理应把它交给真正需要它的人，不能让土匪、军阀威祸四海。瑞安普的建立，就是为了守护宝藏。事到如今，就是毁了藏宝图，也不能让图落到萧晓之手。 对，秦亦可，我他妈就知道你没安好心。呸！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啊？你他妈敢骗我啊？骗你？咱们俩不知道谁欺骗谁。 那晚我从夜漂到下救了你，也算是还了你的救命之恩了。咱们俩两清了。两清？你说的清楚。你设计一场苦肉计，为的就是回来盗这张图吧？我是为了我爱的人。 走吧，以后再也不要回来。也漂哥哥，我活了十几年，好像还从来没有主动为别人做过什么。你们女人真是疯子，为了爱可以不顾一切。可惜，那个人再也不是你。 秦亦可被劫持了，大小姐呢？按照她的脾气，应该一个人就去了。胡闹，简直是胡闹！百里姑娘秉承瑞安卜之意，我既然已经答应她尽力的保全瑞安卜，绝不会让她这个卜主以身涉险。别动！ 我知道你武艺高强，要不要试试？试试你的刀子快，还是我的子弹快？我原以为第二当家的只不过是心狠手辣之人，没想到竟会这么不光明磊落，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这么狠心啊！有钱老子有的是女人。百里双鱼，你既然这么不爱财，不如把财交给我。 我来保护你，若涵。别动！再动，我打死你！你打死我，你就永远找不到藏宝图。做个交易，你把藏宝图交给我，我把这个人放了。 好，不，淑仪姐姐，别给他，不要上他的当。百里淑仪啊，别。
凭瑞安卜之意，庇护瑞安卜之人，天下闻名。我猜你会为这个女人来到这儿的，只可惜啊，这场赌局你输了。淑仪姐姐，我不值得你为我这样做，我真的不值得。值。一个人的命是命，天下苍生的命也是命，谁又能界定救你还是救苍生哪个更值？他妈顽固不化。输的永远是你自己。都是我不好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我来瑞安卜就是受了廖子钜的蛊惑，我骗了好多人，你们还一次一次的不计前嫌。这不怪你，这世界上凶险还多得多呢。谁年轻的时候没遇过几个狼心狗肺的人？两张藏宝图都是他害的。诸位，皇天不负，藏宝图全部归一。大小姐，事不宜迟，我们赶紧。说得好，这宝藏本来就是乾清皇帝搜刮的民膏民脂，我决定将宝藏取出，交给真正需要它的人。大小姐说得好。这藏宝图密封于祠堂。叶飘，你好好守护，待得明日按图所记，取出宝藏。有一张藏宝图是假的。你的意思是，真正的幕后者还潜藏到我们之中？西云初起，日沉阁，山雨欲来，风满楼。大人，都已准备妥当。今夜此事，一网打尽。
那个幕后卑劣之人就是你。真没想到，以你们这帮人的智慧，还能有这么一出好戏。只不过，你们想多了。梦中之鳖，束手。你可愿意娶我百里树衣为妻？可我不愿意嫁给你，你会与娶她做你的新娘。